未来期货会是什么样？交易更快，估价更全面，数据更多元，风险管理更可靠，投资配置更出色。今天科技正以突破性的力量颠覆生活，改变世界。科技知识，价格发现。在农业全球化的今天，大数据海量汇聚，不仅能从庞大复杂的结构化数据中提取基本面信息，还会追加天气等非结构化数据，纳入不同作物对不同气象的敏感指标体系，全面评估，精确预测价格趋势。科技助力风险管理，根据卫星热力图集成的景气度指数，能够反馈出生产端及上游原材料的未来需求趋势，通过移动大数据对进出厂区的货车进行跟踪，可以得出真实的生产状态，以更敏捷化的自我服务，更早地提供预警。科技优化投资配置，对冲基金实时监控物流信息，重点关注航运码头，通过监测大宗货物的航运动态、水文、气象等信息，借助人工智能来挖掘原本无法处理、毫不相关的数据间的重要关联，及时捕捉与经济活跃度相关的市场供需趋势，可以自动更新生成投研报告，为投资者实现投资配置的优化升级。未来24小时航运监控将会使数据来得更快，研报生成更迅捷，有助于领先掌握投资契机。在这片仓储区域，区块链正以密码学优势识别真伪，追溯源头，解决了实物交割的信任链条，确保了原材料与资金的真实性。云计算无处不在，数据全天候待命，随时随地应需调配。就是这样，科技正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价值，改变着衍生品，改变着你我他的未来。东证期货始终致力于金融加科技的革新，以更全面的数据、更快捷的速度、更精准的预判、更有效的风险管理、更国际化的发展模式，为客户打造综合财富管理平台。东证期货，用金融科技改变衍生品未来。